在台湾大家都很幸运，那坚强这东西其实是攸关医疗体质，那在国外还在攸关生死，我们可以讲医疗体质或所谓的心智啊、微创真的是很幸福。好，那今天这个话我们讲其实两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一起把它合在一起使用，一个是抛弃式的软式输尿管镜，那另外第二个的话是一个高功率活镭射。好，那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主要是用在肾脏的碎石手术。好，那我们知道尿路结石，那依照它部位大概分成肾结石、输尿管、膀胱或者所谓的尿道结石。那肾结石的话，顾名思义，大概就在肾脏里面，包括说整个长管跟鹿角结石，或者是在肾或在肾脏的时候，都属于肾结石。那肾结石的话，那这个症状，那大家可能都蛮熟悉，那包括说后腰疼痛，有些是血尿，甚至说他是在体检都发现他尿血型，那比较严重可能会造成一些算是并发症，像是肾水肿、尿路感染，或是说这个有细菌伤肾盂肾炎，那病人可能会发烧、会胃疼。不过有一部分病人也是没有症状，他可能只是觉得好像轻微腰酸背痛，跟一般这个我们讲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那个脊椎啦，这些退化性的症状不常见。那传统来说治疗的话，大多肾结石的盛行率在台湾其实蛮高的。那统计来讲的话，有可能到10%到20%，甚至在中部、中彰投一带，它的盛行率可以到27%。好，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小的石头，那这些通常可能是在内科的腹部超音波，或在体检发现它发现在很小，大概是半公分以下，这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的是保守治疗。好，那可以请病人多喝点水，看看有办法把石头自行排除。那如果石头比较大，有造成症状，大概在半公分到两公分之间，通常我们的首选在还是体外震波碎石手术。好，因为这类的话，大概病人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上麻醉，相对来讲，这风险会小非常多。那如果再更大一些，两公分以上，好，两公分以上的话，事实上在健保的条例来讲，它会认为因为碎石的效果不好，它会有不起诉的问题。好，那过去的话，大概标准的话，我们是做这个 PCNA， 就是晶体的肾脏造瘤取石手术。好，那种类化依照这个伤口的大小，还有这个打洞的大小，会分成有传统的啦，有迷你的，甚至有无管，就是反正这个术后不用放管路。那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输尿管镜的碎石手术。那这个手术事实上它是从尿道进去，然后逆行性的往上，然后利用镭射把石头打碎，这个进行的手术。那今天讲的软式输尿管镜碎石器，事实上发展也有10年之久。不过过去有一些那个技术上的瓶颈，待会跟各位报道。那它的那个大家使用率事实上并没办法提到非常的高。然后镭射也是会有一些技术上瓶颈，所以过去的话成功率啊，或者说医师的使用习惯上并不是那么常会使用。那我们大概从案例开始来看。那这个案例的话是一个50岁，大概中年人林小姐嘛。那过去她每年其实都会例行做身体健康检查，那偶尔都会尿液潜血，那也曾经有去那个嘉义科有去做追踪，那他们都跟她讲说没什么太大问题。去年因为她也是例行检查，在年底的时候，那发现说一样是尿潜血，那这林小姐嘛也是蛮谨慎的，她一样都去又去那个嘉义科诊所去追踪，那这次超音波就发现说她左边肾脏其实有一个很大颗结石。那来我们医院做 X 光啊检查，发现那其实已经到一个鹿角石。那为什么他几年前是浅结，然后来会突然长得这么大？也许是生活习惯、喝水啊，或者说他有反复的泌尿道感染。那这是他的 X 光片，那大概他左边肾脏这边有个像鹿角，这个大概就是鹿角结石，整个肾脏几乎是长满。那过去当我们看到这个鹿角石的时候，大概30年前可能会跟病人讲这个要开刀。把肚子剖开，然后把肾脏切开，把石头拿出来。那近10几20年，事实上，标准还是我刚讲的，就是 PCNA， 就是从背后打一个洞进去，把石头弄碎拿出来。那因为这个体积过大，那事实上以这个体外震波来讲的话，事实上它不适合，不适合。那输尿管镜一般传统内视镜手术，它也没办法做到把石头完全拿干净，只能做到输尿管打。那当时我是跟这位林小姐那大家会可能就是看她做传统的晶体肾脏造瘤取石，或者做这个比较新式的软式输尿管镜。那因为她年纪比较轻，她对于这个
要吊伤口嘛，开刀哦，出血都有一些疑虑，所以他当时就是选择在可以在这个无伤口状况下去做这个乳汁输尿管镜。哦，那事实上这个手术他出血几乎是没有的，哦，他疼痛也是减轻很多，那术后通常都一两天就可以出院。好，哦，那这边可能各位亲子朋友过去也大概都有听说过这个乳汁输尿管镜的碎石，哦，那比较有名的名人案例大概是俞美容，哦，他有去。大概是两三年前，他有去做过那个乳汁输尿管镜的碎石，哦，他拿了100多颗石头出来，哦，啊，事实上那个是大部分应该是敲碎了，哦，敲碎之后一颗一颗夹出来，哦，啊，不过我稍微看一下他那些记者，他说当时他手术花了6-7个小时，还开蛮久，哦，啊，因为以前这个前些阵子他们这个镭射哦，他的功率啊，或者说镜子的解析度，事实上都没有近两年好，所以也许手术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哦啊，不过大致上做法是这样，就是从尿道口进去。哦，那一般我们的传统硬质输尿管大概只能到这个地方。哦，它没办法转弯，所以如果石头在里面，哦，这必须要这样子左转右转，哦，一个一个窟窿去找的话，那传统的输尿管是做不到的。哦，那软式输尿管大概可以做到这个逐一去清查这个动作。谢谢。哦，那大概就是看到石头以后，然后我们会用镭射把那大颗一整颗石头。一个一个去找，把里面尽量把它石头清干净。好，哦，那，啊，这个是术后的照片，哦，跟刚差别很大，里面大概剩下是一些粉，哦，细细的粉，啊，唯一一颗比较大、比较明显，大概0.4到0.5公分，哦，几乎可以做到几乎没有石头。好，哦，所以过去我们讲肾结石治疗，哦，那无症状或八公分以下，我们会希望都保守治疗，哦，也不见得说很小，我们就一定要去做那些类似镜啊，体外碎石一定要把它弄到完全没有。哦，那大概还是第一个增加，请病人增加饮水量。他如果他觉得会痛啊，感染，哦，那必须要让他缓解，要治疗。哦，那饮食控制的话，就要请他多喝水啊，不要吃太咸。哦，草酸类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哦，那2公分以下的话，主流大概还是体外震波碎石手术。哦，那毕竟它是比较没有伤害，哦，它不需要麻醉，不需要侵入性。它健保也会给付。那另外两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软式输尿管镜跟晶体摄像照影。好，哦，那过去这类病人大部分最后可能会选择观察，哦，因为可能体外都打的效果不好，那再来一跳就跳到这个肾脏造影手术，那病人觉得我要开一个刀，哦，伤口有一个伤口，啊，肾脏要打一个洞，似乎做的太大，所以大部分病人会选择就是观察，哦，甚至说反复去做这个体外震波碎石手术。好，哦，那如果石头更大，到2公分以上，或像这个 case， 它是鹿角结石的话，那刚讲像这个传统开腹取石，几乎是淘汰的，几乎淘汰。不过，据病人跟我讲述，哈，有些医院比较传统医院还是有会跟他建议说要这样去开刀。那主流大概是晶体肾脏造影来造影取石。那至于说今天讲的软式输尿管镜，那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这个晶体造影取石？那事实上一届也是存疑，好，那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效率，哦，到底这个石头可以做到多大，哦，因为比较早期我们做这个软式输尿管镜，哦，大部分都会挑一些比较小，就2公分上下，哦，那真到鹿角石，也许很多医生都不太敢去尝试，哦，那这个是晶体肾脏造影手术的伤口，哦，那左边这个叫传统，就是说打完洞，石头拿完之后里面会放引流管，哦，那比较先进方式是洞口缩小，或者说做物管，就是把伤口连起来。好，那原则上病人体表他就比较不会有这个伤口这个有管度的疼痛啊之类的问题。不管怎样，他就是必须打一个洞进去。那我们知道肾脏哦，它其实它是一个血管蛮丰富的器官哦，啊，你去做这个穿刺打洞的动作，肾脏都带有一定的风险哦，可能术中术后哦，甚至是有些我们遇到这个已经过了半年了哦，半年一年之后。他这个肾脏哦发生一些那个异变，他变成这个瘤管哦，动脉静脉瘤管，他那个再度大出血都有可能。哦，就刚讲这个叫动静脉瘤管。哦，那再来就是说以结石来讲，事实上病人复发率又很高。哦，这也许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帮病人把这个石头哦拿尽量拿干净，然后到这个出血啊、血管损伤啊这些风险。哦，啊，可是他有可能隔几年他又复发，又长了很大的石头。哦，那在过去到最后病人可能就是心灰意冷啊，我都已经开过刀了，哦，那这个还是这样，我可能
最后肾脏慢慢慢慢让它退化掉。哦，所以以这个比较大尺度来讲，你要反复去试做。哦，比方说反复说做第二次、第三次，它不管说是在病人的意愿，哦，或对身体、对肾脏的伤害，哦，都会有一定的程度。那今天这个软式输卵管镜，哦，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它没有伤口，从尿道进去，哦，所以它几乎不会出血，也不会破坏肾脏组织。哦，那它也是可以反复试做的，因为毕竟是从自然的管路进去，它就像我们一般做这个胃镜、大肠镜一样，哦，它不需要特别去打洞。那不过，虽然说听起来很理想，它是可以反复做，没有伤害，没有出血，那为什么过去十年，其实已经十年了嘛？那可能各位记者朋友也发现，最近几年后才慢慢好像有那个泌尿科医生去提这件事，过去没有说有大量的去推广或者是宣传这个东西。哦，那主要是什么？第一个叫影像品质。哦，因为我们像我们这个软式输尿管镜必须要进去输尿的，所以过去哦，它那个影像视障品质非常的差。哦，因为它的口径不够，所以在这些所谓的那个光纤啊，或者说这个成像的 CCD 哈，哦，这个它没办法做到这么小的状况，那影像品质上非常不好，哦，非常不好，甚至看起来比以前这个CD 啊，或者古代那个扫描式电视还要差。哦，它最近几年因为这些那个影像技术的进步嘛，像我们手机，大家知道手机你插个几年，哦，影像照起来照片差非常多。哦啊，这个技术应用在医疗器材上，事实上也是。哦，那这个几乎上我们看起来这个内视镜影像品质，除非我镜以前看不清楚，现在都看得清楚。哦，那第二个叫做内视镜的成本。哦，那过去的话，因为软式输尿管镜哦，它是没有所谓的抛弃池，没有一次性耗材。哦，所以必须用反复消毒啊，反复消毒的方式去做。那在消毒的时候，因为内视镜视差口径非常小，几乎是半公分以下，大概零点三，直径0.3公分左右，所以它有时候在使用上，或者说在这个维护上，事实上有时候会耗损。哦，那耗损一旦损坏，那这个老说成本是200万，那200万平均是用10个病，它可能就会坏掉，它去修就修半年，所以几乎有被内视镜医院哦去问他，他有半时间跟我讲，这个内视镜最近在维修中，所以他就没办法去这个常态性提供这个医疗服务。那第三个就是感染的问题。哦，现在想要感染，大家都会蛮害怕。我说感染好像跟武汉病毒一样传来传去。哦，啊，但是内视镜我们管腔的消毒有一个标准程序啊，只是说你管腔越细小，你的消毒事实上就越困难。好，那最后一项就是所谓雷射碎层效应。那像刚刚我说那个旅美的例子，哦，他一个手术会拉6-7个小时。那相信并不是医师不熟练，哦，也不是说他这可能有什么特别困难地方，比如说单纯这个手术就是要这么去的，哦，啊，你为了一个石头，事实上麻醉到一整天啊，几乎一整天，对病人来讲，他的伤害耗损还有他的恢复，事实上也是蛮糟糕的，哦，所以过去因为这些技术瓶颈，软式输卵管镜一直不能大量的去推广。哦，那这两年大概是2年前，哦，那大概软式输卵管镜开始有这个 HD 的画质，哦，几乎到 4HD 了。到富贵区，所以影像品质好了非常多。好，那再来就是大概2年前那个美国嘛，美国大概它这个单次使用内视镜就上市。好，那当然说刚讲这个内视镜没得用啊，好啊，它在维修中啊，好，或者说医院觉得这个成本过高，或是管线消毒问题，大概因为病人单次使用，那我们就可以解决。那再来就是这两个，这个雷射科技，好，雷射科技它的雷射功率可以做到越来越高，所以它的碎石效率变好，虽然手术时间就可以下降，哦，大概就是这点量，哦，高级的雷射，哦，功率大的雷射，还有软式输尿管镜，哦，那这个雷射当然说不只是用在这个软式输尿管镜，哦，我们在其他就传统，比如说肾脏的碎石啊，输尿管碎石，然后膀胱结石都可以用，哦，那可能大家觉得，哎，那雷射，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哦，事实上，雷射它只是个统称。哦，啊，从我手上这个 laser pointer，哦，到医美雷射，或像我们讲医用雷射可以做切割，所以直到工业用可能是做这大型表演，然后去切割金属。哦，事实上雷射的种类非常广泛，哦，啊，甚至你要雷射笔打到从地面打到飞机，又可能机师被炸到失明。哦，啊，所以雷射这个东西，它如何好好的去发展，它等于是两面刃，你有可能被它功率太强造成身体伤害，它功率太弱，它没办法摧毁我们要的石头或组织。哦，啊，实际上手术的话，病人是全身麻醉，
然后需要 X 光机，然后需要有数位的电视组。哦，所以这个雷射在这个使用方式下，它的效率更好，能够被更细，然后主要是它频率非常高。那过去雷射大概这样哒哒哒这样，它频率大概可以到传统的三倍到四倍。哦，所以一些更硬的石头啊，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以前打不碎的。哦，然后可以把它打碎，然后再来，因为它频率高，所以每一下雷射它的功率反而是下降，所以它不容易让旁边的黏膜受伤。哦，因此它结石的清除率会变高。那这个是这位病人手术中的画面。可以很好的处理，它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并发症。